现在我要飙高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鼠来宝四个月的成长记录。最近狂叫爸爸呢，比叫妈妈还要亲。他都爸爸妈妈一起叫。他只要想哭的时候，他就会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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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爸爸都不理他。最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让大家欣赏一下他这20天的成长过程吧。你要讲话，你到底要讲什么？你要讲话怎么变尖叫？你在唱海豚音吗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你是在讲啥喂？哎，各位，你们知道鼠来宝已经这样多久了？他已经这样半个小时了，想玩对不对？那你自己玩好不好？你自己玩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所以要爸爸妈妈陪你玩吗？因为你有叫妈妈嘛，所以你要叫妈妈陪你玩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看医生咯。我可以在家睡觉吗？不行啊，不知道他看到医生会不会哭，应该是还不懂。对啊，不知道是口水用到还是流汗，然后冒了很多小小颗的东西。我怕他长疹子，所以要带他去看医生。嗯，而且他最近越来越活力十足。他刚刚一直尖叫。我才刚讲完。有没有活力很十足？干嘛一直尖叫啊？我们现在到医院了，然后他现在紧张到吃手手，而且还定格发呆。他刚刚有量体重，结果体重6.4公斤，三个月已经6.4公斤了，肥熟。今天没有要打针，不知道他等一下看到医生会不会哭。他现在喂奶超难喂的，我们都是抱着他喂，然后喂到他开始不想喝了，就要变躺着喂。然后他那个脖子啊，才差一天而已就好了。对，几乎快没了，很神奇。他最近喝奶奶奶喂。对，然后喂超久的。哎，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喂他的样子，跟现在喂他的样子是差多？然后变那么大只。哎，我喂你就这样，妈妈喂你就乖乖躺着，我们肩膀换妈妈来喂喂看。跟大家讲，因为鼠来宝他现在变大只了，我们跑去帮他买衣服，刚好去那个 NET， 他一件衣服才99块，超便宜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买了两件。对啊。嗯。要不要你放屁？好臭，那么大便啊，好臭！看一下。你是大便。哇。神奇的鼠来宝，这几次，嗯，厉害。今天是9月11号了，那鼠来宝的状态呢也是非常的 OK， 然后脸越来越胖了，渐渐的可以抓到它的习性，就比如说它睡醒啊，还有一些吃饭啊、喝奶奶啊一些习惯可以抓到了，而且它很聪明，你看差不多这个时间呢，它就不想待在房间了，它想要往客厅，它想要看不同的世界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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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鼠来宝，我现在拍你哦，拍你你才会乖乖的喝。你看你又在偷玩奶嘴了，喂！哦，又要翻身了，不可以，手比牛奶好喝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手手拿出来，快点！什么声音呢？你看他又要翻身了，他翻到一半在偷吃手，哎，怎么那么好笑？你干嘛躲起来偷吃手手？我们回来啦，快点，回来！哎呦，你看你的手，好光滑的口水哦。
干嘛干嘛？你想打我？你干嘛？哇，很凶哦！你想要给我抠那个降龙十八掌吗？鼠力布布，在这里。爱哭哭哎、欸、你，你在杀猪，你在杀猪。啊！吃不到，吃不到，吃不到。你是不给他那个？他在杀猪。我刚刚这样子用他，他叫的时候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叫。他跟着你，然后嘴巴张开笑。那你在笑什么呢？小爸爸快点，海豚音。看海豚音真的比较美。我要把这人放这。我要把这要卡住。我卡住怎么办？太胖了。快点，你就过来了，你还不赶快翻过来？这太胖卡住啊。对呀、啊。爸救你一命之力，来，轻轻的，哦，哇，这样就快，哇，哎、欸，唔叫你拍个呀，他又想罢工，小心他的脸，我整个宝可梦都是你的口水，都给你擦口水去了，有这种爸爸用腋下给儿子闻，他瞪你。他为什么变那么乖？我觉得他被你熏晕了。嗯、你干嘛那么早？起那么？那叹气。鼠力布布，你的脸好圆哦，你要吗？你最爱的嘴嘴，不是这样子。你要拿起来，在这里，这里。哇，你没有吃到。你不要每次都吃小花，吃到生气嘛。生气你脸涨哦，你血压会升高哦。嗯，不可以。你在搞笑吗？狮子、松鼠、斑马跟鳄鱼 ，monkey， 看 monkey， 你喜欢哪一边的尾巴？抓猴子哦。你喜欢猴子的、哦？这是大象 ，eleven。eleven 呢、啊？大象呢、啊？11吗？你不要乱加英文，这边乱念。11，生的11哦。Lin， 是命令。L I O N 啊。你确定是命令 ？Lion。哈哈哈。明天我就你要玩什么梗？嗯。我这么多。好，大家有看到吧？他刚好满四个月的成长过程。四个月呢，有帮他修诺啊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会再分享影片给大家知道。那也希望呢，后面的20天的成长影片呢，可以录到他一直叫爸爸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你录他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叫了，真的蛮可惜的。好啦，塞巴快快乐乐长大好不好？好不好嘞？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哦，拜拜。哦，不要打肚子。我穿不上去。你在笑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会这么呆呆的爸爸？
对不对？嗯。